太极拳发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，陈家沟始祖陈卜精武艺善拳械，为保卫桑梓，在村中设立武学社，教授子孙，开陈家沟世代习武之先河。明末清初，陈氏九世世祖陈王庭文武皆著于世，奈何社会动荡，久不得志，遂隐居乡里，潜心研究各家各派武术，教其一同，发其精要，在祖传拳术的基础上博众家之长，依据河图洛说阴阳八卦学说，融中医经络之理，吐纳之术，创编了一套刚柔相济的新拳法。这套拳法由无极至太极，由无相而生有相，由静而动，动作以弧形和曲线为基础，具有太极的性和形，因此名为太极拳。陈家沟十四世祖陈长兴将太极拳由博归约，创造发展，并打破门规，广收徒众，使太极拳在社会上迅速发展起来，并逐渐演变为杨、吴、武、孙四大流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太极既能济急自卫，又能强身健体，尤为国家重视和提倡，太极拳成为人民喜爱、普及率最高的大众健身项目。陈氏太极拳古树逢春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。出天才，中国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，陈氏第十九代外孙，太极拳第十九代正宗传人，中国武术高级教练，当今称誉为陈家沟太极拳太极金刚。自幼随族舅父陈兆胚、陈兆奎二位宗师学习太极拳及兵器，其勤学苦练，悟性过人，深得其师真传，其功底深厚，曾多次参加中国各级武术太极拳大赛，获优胜奖及金牌，演练的太极拳械得心应手，圆活自如，快慢相间，刚柔相济，给予人美的感觉及艺术般的享受，深得国内外太极拳爱好者的喜爱。四十年的教练体会，总结了一套由深入浅的教学方法，自1983年在国外传教陈氏太极拳近20年，从亚洲到欧洲、美洲共几十个国家，海外弟子近万人，深受太极拳界的好评，对其人品、武德、教学方法等贤任是难得的人才，并誉为国际太极拳教练。
陈氏太极双刀是陈氏太极器械套路中双兵器的一种，几百年来在陈家沟广为流传，是最古老的双器械套路之一。双刀套路共35式，布局合理，衔接紧凑，刀法清晰，用法逼真。它以劈、砍、撩、挂、扎、截、拦、压、推、抹、横、架及五花等刀法，结合陈氏太极拳舒展大方的身法，灵活稳健的步伐，将陈氏太极拳刚柔相济、快慢相间、松活弹抖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双刀套路练习要求身法协调一致，刀与步伐密切配合，故有单刀看手、双刀看走之说。这就强调了练习双刀时步伐的重要性。
两脚并立呈立正姿势，左臂抱刀下垂于身体左侧，刀刃朝前，刀尖朝上，刀背贴靠于左大臂，右手五指自然并拢下垂于身体右侧，两眼平视前方。两腿屈膝下蹲，同时重心右移，左脚抬起向左横开一步，与肩同宽呈开立步，重心移于两脚之间，两膝微屈松垮，上体立身中正，气沉丹田，两眼平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重心略下沉，两臂由身体两侧缓缓上抬与肩平，刀手朝前，刀尖朝后，随后两手缓缓下沉，按至小腹两侧，刀尖朝上，右掌心朝下，同时两腿缓缓下蹲，上动略停，重心左移，两手逆缠向左向上弧形捧起与肩平，右脚尖抬起外摆，右手外翻与左手向右顺缠至身体右侧，高与肩平，随后重心右移，左脚抬起向左斜上方上步呈右弓步，左手握刀盘，两手从右侧经下向前弧形捧起至胸前，右手前伸握住刀把，同时身体微下沉，重心前移，右脚经左脚内侧向前上步，脚尖点地，脚跟抬起呈右虚步，两眼平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270度，右脚抬起向右外摆上步，左脚虽转身向前内扣落地，随后右脚向后退步，左脚略回收，脚尖点地呈左虚步，同时右手接刀，两手持刀左右分开，随转体向右左右缠头一周，右手持刀上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刃朝上，刀尖朝前，左手持刀顺势向右腋下藏刀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左脚提起向前外摆上步，身体左转180度，右脚抬起向前内扣落步，随后左脚尖翘起外摆落地，
右脚随转体向前上步，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刀向左，左右裹脑一周，颈胸前左右交叉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随后随上右步，两手持刀左右分开，右手持刀向前下方扫刀，高与垮平，刀刃向前，刀尖斜向左，左手持刀向左侧斜上方横扫，高与肩平，刀刃向左，刀尖向体前，目视右前下方，上动略停，右脚尖翘起，外摆落地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左脚抬起向前内扣落步，随后右脚抬起向右侧斜后方落步，左脚略向右回收，脚尖点地呈左虚步，同时两手持刀随转体向右，左右缠头一周，右手持刀上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刃朝上，刀尖向前，左手持刀顺势向右掖下藏刀，刀刃向右，刀尖向体后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左脚抬起向前上步，身体左转90度，右脚抬起向前上步，随后左脚向右脚后插步，身体下蹲呈插步，同时两手持刀随向前行步，与胸前向前推刀，随后随转体下蹲，右手持刀向右前下方截刀，高与膝平，刀刃向下，刀尖向体前，左手持刀由胸前向左前上方横拦，刀刃向左，刀尖向体前，上动略停，身体上起左转360度，两脚随转体碾地左转，右脚抬起向左前上方内扣落步，随后左脚向右脚后插步，身体下蹲呈插步，同时两手持刀随转体上摆，两刀交叉合于腹前，左刀在下，右刀在上，随后随转体下蹲，右手持刀向右前下方接刀，高与膝平，刀刃向下，刀尖向体前，左手持刀由胸前向左前上方横拦，刀刃向左，上动略停，身体上起左转360度，两脚随转体碾地左转，右脚抬起向左前上方内扣落步，随后左脚向右脚后插步，身体下蹲呈插步，同时两手持刀随转体上摆，两刀交叉合于腹前，左刀在下，右刀在上，随后随转体下蹲，右手持刀向右前下方接刀，高与膝平，刀刃向下，左手持刀由胸前向左前上方横拦，上动略停，身体上起左转180度，两脚随转体碾地左转，同时左手持刀上提与头部右侧缠头一周，随转体下落至左体侧，右手持刀外翻上撩至头部右侧上方，上动不停，左脚抬起外摆向前上步，身体左转180度，右脚抬起向前内扣跳步落地，
左脚随转体向后退步，右脚略回收，脚尖点地长右虚步，同时右手持刀向左下方劈刀，两臂交叉合抱于胸前，同时右手持刀与头部上方云顶一周，顺势向左腋下藏刀，左手持刀上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右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270度，右脚提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提起随转体向前内扣落步，随后右脚尖抬起外摆，左脚尖碾地右转成叉步，同时左手持刀向右前下方劈刀，随后两手持刀左右缠头裹脑一周，顺势下落，交叉合抱于胸前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上动不停，身体右转90度，左脚抬起向右脚前盖步，下蹲成叉步，同时两手持刀由胸前上提，经头部上方向两侧分劈刀，刀刃均向外，刀尖斜向上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上起，左脚抬起向前微上步，右脚抬起脚尖外摆向左脚前盖步，随后左脚抬起脚尖外摆向右脚前盖步，同时两手持刀上抬，与身体两侧左右五花一周至身体前方，右手持刀在上，左手持刀在下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右脚提起向前上步长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刀与体前滑弧撩起，下落收抱于腹前，刀刃向左，刀尖向前，左手持刀回收置于左腰侧，刀刃向左，刀尖向前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两脚不动，重心微前移，同时右手持刀向右前方发力刺刀，高与肩平，刀刃向左，刀尖向前，左手持刀同时向左侧前方发劲推刀，高与肩平，刀刃向左，目视右刀尖。
接上式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右脚回收，随转体向前方上步，同时右手持刀，屈腕收刀于胸前，刀刃斜向上，最后随转体向右脚前上方劈刀，刀刃斜向前，左手持刀外翻，随转体向上摆起至左肩上方，刀刃向上，上动不停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右脚落地，左脚抬起，随转体向前内扣跳步，右脚迅速抬起向后落步，左脚抬起回收，脚尖点地呈左虚步，同时左手向前下劈刀，船头一周下落于腹前，刀尖向前，右手持刀向右上摆起，横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尖向左，刀刃斜向上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180度，左脚抬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右脚随后抬起向前，左脚蹬地跳起，右脚随转体内扣下落，左脚向后退步落地，同时两手持刀向左，左右缠头一周，身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后退步，左脚随转体向左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刀与体前交叉合于胸前，左刀在上，右刀在下，随后左手持刀下落，经左体侧向上摆起，横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右，右手持刀上提，缠头一周，随转体下落，向左侧腋下藏刀，刀刃朝前，刀尖斜向左，目视右侧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上起右转180度，右脚抬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随后抬起向前，右脚蹬地跳起，左脚随转体内扣下落，右脚向后退步落地，同时两手持刀向右，左右缠头一周，随后左脚向后退步，右脚随转体向后退步，身体右转90度，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刀与体前交叉合于胸前，右刀在上，左刀在下，随后右手持刀下落，经右体侧向上摆起，横架于头部前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左，左手持刀上提，缠头一周，随转体下落置于腹前，刀刃朝下，刀尖斜向前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左脚略回收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右脚抬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向前内扣落步，随后右脚略向后退步，左脚略回收，同时
左手持刀上台于腋下藏刀，右手持刀抬起，随转体向左下方划弧劈刀，随后两手持刀与身体左右两侧五花一周上摆至头部上方，上动不停。右手持刀下落上架于头部前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前下方。左手持刀下落劈刀于体前，刀刃向下，刀尖斜向前，目视前方。Thank you.
接上式，身体左转180度，左脚抬起向前上步，右脚随转体向前内扣跳步，随后左脚向后退步，重心左移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刀向左云顶一周，左手持刀上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刃向上，右手持刀随转体下落向右，与左肋下藏刀，刀刃斜向前，刀尖向左上动不停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右脚抬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抬起向前内扣落步，右脚略右移，左脚抬起向前上步，重心左移，右脚抬起呈左独立步，同时左手持刀随转体向右前下方划弧斜劈，随后两手持刀向右上摆起，经左侧下劈于体前，上动不停，两手持刀经体前上抬，顺势向左侧前方扎刀，两刀刃均向上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360度，右脚随转体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抬起向前内扣跳步，随后右脚随转体向后退步，重心右移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刀随转体向前下方劈刀，随后向右平抹上摆于头部上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左，左手持刀向右缠头一周，下落上摆于右腋下藏刀，刀刃向下，刀尖斜向右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270度，左脚随转体向前外摆上步，右脚抬起向前内扣跳步，左脚随转体向后退步，随后右腿后退一步，左脚随转体向后退一大步，重心左移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刀随转体向前下方劈刀，随后两手持刀向左云头平抹于头部上方一周，随后下落交叉于胸前，左刀在外，右刀在内，上动不停，左手持刀向左侧上方摆起，横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右，右手持刀上抬，下落向左平抹于腹前，刀尖斜向右，目视右侧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270度，右脚随转体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抬起向前内扣上步，右脚随转体向后退步，随后左腿后退一小步，右脚随转体向后退一大步，重心右移呈右弓步，同时左手持刀
随转体向前下方劈刀，随后两手持刀向右云头平抹于头部上方一周，随后下落交叉于胸前，右刀在外，左刀在内，上动不停。右手持刀下落，再向右侧上方摆起，横架于头部上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左，左手持刀上抬下落，向右上摆于右腋下藏刀，刀尖斜向右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右脚抬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向前内扣落步，随后右脚向后退步，左脚略回收呈左虚步，同时右手持刀随转体向左下方划弧劈刀，随后两手持刀于身体左右两侧五花一周上摆至头部上方，上动不停，右手持刀上架于头部前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前，左手持刀划弧下落于右腋下藏刀，刀刃向前，刀尖斜向右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再右转180度，左脚抬起向前外摆上步，右脚向前外摆落步，随后左脚抬起于右脚里侧落步，同时右手持刀随转体向左下方划弧劈刀，与左手交叉，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随后两手持刀由左侧向上摆起，左手持刀随转体向右前下方劈刀，在上摆至头部前上方，右手持刀随势下落于腹前，上动不停，身体微右转，右脚抬起与左脚里侧落步阵脚，左脚迅速抬起向前上步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刀与头部上方左右云顶一周下落交叉于腹前，随后两手持刀随上步向前下方交叉推刀，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目视前下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360度，右脚随转体向前外摆上步，左脚抬起向前内扣跳步，随后右脚随转体向后退步，重心右移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刀随转体向前下方劈刀，随后向右平抹上摆于头部上方，刀刃向上，刀尖斜向左，左手持刀向右缠头一周，下落上摆于右腋下藏刀，刀尖斜向右，目视左侧前方。